谢谢。来，请做自我介绍。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저는파문교입니다만나서반갑습니다저는내몽골에서왔어요잘부탁드립니다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樊梦杰，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美丽的包头鹿城。在这个城市，我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活，之后前往白俄罗斯进行了硕士的学习。我现在这边想给大家介绍我的本科学历是数字媒体艺术，我想寻求的职位是数字媒体，所以今天我会努力加油，也希望各位boss 们可以多多提点，谢谢大家。您穿的是内蒙古的这个民族服装是吗？对，是。说韩语是因为自己的外语就是韩语。对。学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怎么穿的这个蒙古族服装说的是韩语啊？主要他在白俄罗斯读的书，我们就凌乱了。对，就为什么不讲俄语呢？是这样，我在白俄罗斯因为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是一年的时间，所以在那边的大多数会接触到的人和说的语言是英语，是这样子的。那俄语会吗？俄语会一点点。这个本科是？本科是数字媒体艺术。硕士是财务管理。对，财务管理。这个相去甚远，为什么会这么选？是这样子的，一是机缘巧合，朋友有就是家里的亲戚啊，朋友有介绍说，我可以说去那边进行硕士的学历继续深造。二是因为，可能在本科当中我学习的是有关于媒体数字这一块儿，我在想的规划说是以后可以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不只仅限于数字媒体，也可以再多一些机会。那也差得太远了。你是不是去白俄罗斯就是为了拿一个学位吗？并不是。去了多久？去了一年。一年的硕士含金量能有多大呀？财务管理的专业是这样的，在那边学到了一些类似于金融分析，还有数字分析，完了金融信贷之类的这些。那些财务管理的知识在国内能用得上多少呢？这个东西，国内的财务最基本的几个报表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财务管理的报表可能回来我会要继续接着学习。往后的日子其实我是想攻读博士的。攻读哪个专业的博士？管理学的博士。什么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你有点这个矛盾。你要数字媒体就数字媒体，你要财务管理就财务管理，而且你一年的硕士去搞财务管理的博士可能很难。对，所以这条路可能会比较艰辛。所以我觉得我们说话实在一点。明白。就是可能大家对博士这件事儿一直有误解，就是很多事情不用念到博士的，就博士还是做学术研究会更多一点。就千万不要把博士变成一个奖状，就觉得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好像就。而且我觉得在国外学金融是没有问题的，你学财务真的跟国内很多东西你没法拿过来用的。尤其在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体系更不一样，对，你回来很难用。我们第一环节还有视频，放一下。是有关于一个化肥离职的作业，然后我是做的一个类似于小米集体合作那样的一个信息打开屏幕的形式，包括每一个板块点进去了之后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所有页面，然后每一个页面每一个按钮都是可以点的。作业是必须是因为是个人作业，没有其他的那个情况，我们是2周的时间做完。这个作品是你个人独立完成的吗？还是说？对，没错，是我个人独立完成的。我的大学毕业设计选题是一个影视媒体，我们是两人一组去进行制作的。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我的分工是负责前期剧本的编排。包括从整个主题的构思呀、想象呀，对，这个就是我当时因为那个剧本设计列出的一个大纲，我的思想和我跟我组员去实现把它做出来的一个问题，包括后期的媒体的模型设计、动画各个方面的脚本，我其实想说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也有学到东西，是这样的。
感觉本科确实是学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他这个能力去做普通的自媒体有点可惜了。其实他做自媒体就是做抖音这一类的也挺好的。他做那个他可以做一些抖音方面偏技术对方面的一些东西。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啊？我的薪资要求的是，因为我也是刚毕业，所以是特别想去一些大的城市。你这么说吧，读博士要多少钱？你说吧，你说。没有，就是5000到5500。那是和您何月读得上博士？我想，因为我特别喜欢杨蓉 ，boss。从零到一的这个概念真的跟我的美术很接近。为什么？因为我们画画人就是从一张白纸把它变成有的东西。不，你选他是因为喜欢他个人的对那个理念。我们说的是工作啊，可能我有点跑题了啊。你要求薪资多少？5000是吧？对，5000到5500。这姑娘呢满满的幸福感啊，长得也精致，但她有的时候总是有点闪烁其词，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啊。来来来，你们两位看到了什么？啊，请爸爸妈妈发言。先让你的那个指导老乡吧，孙毅老师，这也是一位博士。我要听一下我们这个老乡，这个我也是内蒙人。你好。然后因为我大概对内蒙的学校比较了解，常去内蒙去做一些讲座，所以他的整体来说是特别优秀的，因为他得过励志奖学金。他就应该把他那个设计啊，读设计的硕士。博士那是没问题的，对，但跑去学个财务管理。然后你听我说为什么，就是坦诚的讲，内蒙比较偏僻，就是大家有点这个眼界不高，所以我特别理解内蒙的学生想要出国去增长一下见识这种想法。确实他回来说完之后，他说你看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就看似我的背景好像好一点，但其实他最好的并不是他的这个背景，而是刚才和各位 boss 在一问一答过程中他体现出来的一些素质，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看到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从孟姐你整场的表现，你的高光时刻就是从你的作品亮出来开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建议你自己沿着你的主赛道往前走。如果你真要再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主专业再学一个硕士，这都没问题。你这样的话有管理的意识，然后同时还有一个专业的技能。是，老师说的对。我补充个信息啊，就是说他这里面简历没有写到北京啊，上海、深圳、杭州。你想去哪儿？可能更偏向于南方的。为什么呢？出生在北方，大学读在北方，特别想南方。你最想去哪个城市？上海。你想说啥，爸爸？我来跟你说，作为老乡提醒你一下，其实地点可以再换，就人是可以走的，但是机会却不多，所以这个城市并不是。你说这个没用。他肯定是一个挺傲娇挺任性的，你信不信他就喜欢那城市，就想去。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吧，爸爸的任务尽到了，选择由他啊。哎呀当仁不让啊。行，来，第一轮选择去过留，多留灯吧，挺划算的，5000块钱。还有11盏灯，天生我有才，跳舞对吧，来吧。
不是有人说是人家老乡吗？应该也会跳一点吧。谁啊？老乡啊。内蒙、来，春雨老师。我试试吧。来试试吧。哦。春雨老师说看蒙古舞看的就是肩，然后说这姑娘肩抖得挺好的。来吧。摔跤呢是吧？好像在搓澡。你在走臀啊！好，谢谢李春雨，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公司大领导带你一起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饭局，饭桌上上级领导一直让我去催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办？如果是我当时在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当时领导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着急重要讲的事情，想继续进行下一步骤，所以就是说需要我赶紧通知一下那个上菜的人员，可以赶紧把菜上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要做的措施就是说领导请您放心，我现在就去问一下，看看后厨那边是什么情况，等我得知了之后完了过来告诉您。刚刚还补上一句，我马上就回来。哎，好，我马上就回来。过来，你好坏呀、啊！你两位姐，你们改风格了。过来，我觉得他的这个情商在低点上已经够了。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一个小姑娘，买烟那个网上流行段子说，领导让你去买烟，你第二天早上给他回个电话，领导，我买了一晚上都没有买到，是这样的回答。但是可能对于涉世未深的，这里面有点社会题，他的回答已经差不多了，其实孟姐，我觉得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回答问题也一样，就简单直接，这也是你的性格。所以从这点上，你进入职场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会让上级领导很喜欢的一个姑娘。你们这样点评是不负责任的，但情商没有高和低，她这种性格也挺好的。对，但你得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出去一下，我这有点事儿啊，就你最好不在场。但是就是有的话你不是直接说，需要你去揣摩和体会。所以对于你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一个小姑娘来说，我刚才说回答这个层面上就够了，这不像我们四十多岁的人，他可能懂。就这领导其实说话还算客气的，用这种方式支开你。那有些没有不客气的，你出去一下啊，特别不尊，怎么哭了？没有，不是，刚刚可能跳舞有点那个。跳舞还能哭？没有，对，带着情怀。不是，你这眼泪到底怎么回事？没事，是因为觉得自己问题答错了吗？才疏学浅，还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学。所以你哭还是觉得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吗？有一点点。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说了，你这种性格，挺直率，是吧？其实挺好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慢慢学会，这一话音是慢慢听出来的。姑娘，你真的不要觉得内疚或者觉得自己没做好。刚才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跟群姐也在问到底啥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第一次我做销售的时候，他就是让我出去买芙蓉王啊，我靠，马上就掏出来，我有。我告诉你，我比你还傻，我马上就掏出来，你有，你说你不够，我告诉你，我以为他是不光自己要抽，还要给一两包给客户。我说我包里带了一条，你知道吗？你说我蠢不蠢？所以你根本你没有必要太过于对自己苛求，知道吗？完全。如果你是已经有职场经验的，你还达成这样，那你就有点二。但是你才刚刚毕业，刚刚从国外回来，你不了解这些东西，再加上。你平时生活环境相对于单纯，很正常。在职场发生这种情况非常的多，我们就是比如说你有你的责任，你也不用觉得自责说哭啊，或者你很敏感，他可能就是要谈一件事情确实不合适你，然后那你就是请你离开一下，慢慢就会习惯。哎呀，这个你喜欢的杨蓉啊，第一也是从低职位做起来的，一定有很多委屈可受的。梁蓉，你告诉他，
你从毕业以来最不得劲的一件事，就最丢人的一件事，在职场里面，他不喜欢你吗？你告诉他，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最丢脸。我觉得其实太多了是吧？是有点多，想不起来。啊，找一件最丢脸的事。就那个时候还很小哈，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然后有一次我跟这个我们的销售同事一起见一帮客户，然后呢就喝了特别多的酒，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要去给客户讲方案啊，但是我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约得很早嘛，那个时候我酒还没有醒啊，然后还在吐，然后我们到那个就是这个客户的这个办公室的门口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马上就开始了，然后我就给销售说等一下。我说我先去吐一下，然后我又全部吐了一下，对，然后我就带着很疲惫的状态，然后我同事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不能讲好，因为是我是主讲，但是我讲不好啊，但是呢，就是我在坐下去那个时候，就是坐在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开始讲的时候，还是讲得很清楚，对，嗯，就满屋子酒气，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我出来以后，然后还是又继续吐。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一旦决定出来了，你就要预料到很多事情都会让你弯着腰，是都会让你哭着，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爹妈舍得让你吃这个苦吗？出去一年其实也吃了蛮多的苦，但是我觉得没吃到位，就是其实今天上这个节目，我想跟我辛苦养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句，从小到大他们培养我够多的了，然后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看到，就包括跳舞我一直是在给演艺公司给大家去演，但是真真正正没让我的父母看到过，可能等到真正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只是我第一场在他们面前的首秀，所以我想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这些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来，吃一盏灯都还留着，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吧，要给职位的。对，龙姐，我有个问题哈，我看你之前的经历都一直有做过演员，然后包括你跳舞跳得挺好的，长得又挺漂亮，你看就很台前，那为什么你想做一个幕后的，做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呢？杨老师，我是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特别喜欢看韩剧，对，也比较向往这个，就是制作，参与制作这个影视后期，参与这个就是电视剧这块制作这一块。然后机缘巧合让我大学选择了数字媒体这个专业，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去学习了这个专业，所以就是说，舞蹈这一块是我爱好。你现在你们就是考虑一下，就是这个孩子骂得骂不得，就平时不能批评，批评了他立马就蔫儿了，你知道吗？还好，哎，那个孟姐啊，我想问你一下，你未来想做的工作是创作型的工作还是运营型的？这样子的，我在来之前大体的方向是因为自己可能在研究生这一块学习了管理类这一块，所以来之前的构想说我可能希望可以在以后的职业上更多学习运营这一块，可是，在舞台上完了，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自己所学的东西展示给大家了之后，可能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我的专业这一块，技术这一块，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会比较想把自己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展示给以后我愿意去的这个公司。啊，来第二轮选择，去或留。还有三盏灯，好，请翻牌。好，生父给到你的是品牌媒体运营助理啊，5000，北京。何文，全始鱼给的是新媒体运营官，但这一块呢，主要做的是视频的。我只是看到了您那个静态的作品，如果您也可以做视频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做视频更多的内容。谢谢。5000，郭兰。金山运营给你的岗位也是视频制作，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视频要去做，然后也有一些平面的工作，总而言之是就是企业的媒资处理的部分。5000，来崔伟。6000，上海。视频动画制作师。我其实很想跟你说的就是说，其实你在国外留学这一段
这段经历啊，并不是什么知识上的，一定是你在国外的这个见识，你在国外见到了跟之前生活地方不一样的这个环境、文化、人文等等，这次才是你最大的收获。我想就是说，还想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之前一直是从事数字媒体，而且我觉得你数字媒体的这个基本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对你艺术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把你自己最擅长的，然后这个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把它做到极致啊，谢谢。考虑一下灭掉两盏，留下两盏，去吧。谢谢您。有请郭兰和崔伟谈钱不伤感情。这价钱给低了一点啊，他做数字媒体的可以完全可以给到7000。来，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姑娘？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就是如果我到时候开始去做了这个东西了之后，更多的是以团队去协作是吗？目前的情况是以你为主力，因为你要亲自就是动手去做这些视频的片子。嗯。然后有一些大型的片子，比如说企业的宣传片或者业务的介绍片，这个你是可以找外线团队来做的。哦，明白了，谢谢老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这块的一个工作，它的职责，就因为我们是做一个教育类的公司，我们做的是一个教育的教学的视频，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知识点的讲解全部是以动画丰富的动画的形式呈现出来。考虑10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松鼠 AI 金山云，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松鼠 AI。 去吧，挺好的，你们都输给了城市。